Oh, he has it. So what are you reading? Got near the end.刻度吗？这有刻度就要再加刻。刻度的话，我看过。嗯，好，下雨，这样就可以。就大了。有时候你辨别的话，就挑一个就好了，不然你一个一个在那太累了。对，这种就过一遍就好，就过一遍，然后OK了，好，就这样子了。 时间太久了，嗯，来，下一个，这个要拧出来，因为这是变杯，不一样，拧一下。 你看，给你，然后再放大一点。行了，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 主任的报价都是，嗯，就是想用国方的话，要加300到600的那个额外的运费啊，进仓费用。好，这个可以跟客户直接说。这个，这个到时候如果要加，有刻度的那一面，我看。 再往上面一点点。好，这个过了，这个还有进来，过了。
这个往左边一点，往左边一点。